这一点让我立刻下单。今天来做一个咖喱乌冬面，就是我准备的材料哦。番茄我用冰箱提前冷冻过，据说这样子它煮出来会出沙更好吃。这个皮不用开水烫，直接就可以撕下来，好方便啊。给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，我新买的镜头终于到了，索尼的1020镜头和 GE 麦克风。除了平时的 vlog 呢，我偶尔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探店呀、美妆之类的视频。慢慢的发现啊，声音真的是视频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正好索尼今年出了很多非常适合我这台 ZV-E10 的配件，一起来拆一下吧。这些呢都是我做足了功课才下手的，镜头、遮光罩，还有一些说明书、麦克风、防风罩、说明书和一根线。给大家看看我现在用这个镜头它的外观的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来对比装上新镜头之后的样子。一定要把镜头后面的保护盖先准备好，这个拧下来的同时立刻把这个换上，找到白色的点卡进去旋转，听到咔的一声就 OK 了。现在装上镜头之后，他们两个身高一样，看看他现在的样子。哇，这颗真的好轻啊，因为我新买的这颗呢，它涵盖了我之前旧镜头的焦段，所以说这颗我可能会把它放在
才先市场上出掉，虽然才用了没几个月。先来装上我斥巨资购入的 UV 镜，现在来正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镜头。这颗呢是一个巨轻巧的广角镜头，广角大家都知道拍人呢就会显得脸特别特别小。这颗头是一个电动变焦，不管是带出去拍 vlog 还是在家拍美食都非常适合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迷你的指向性麦克风 G1， 看到下面的金属了吗？它装在索尼自家的机器上就不需要线，装上直接就可以使用了，就是这一点让我立刻下单。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，三位数的价格，小巧的机身简直是为 vlog 而生的。不管了，装上直接给你们感受一下。1 2 3 4 5，上山打老虎。1 2 3 4 5，上山打老虎。感受下这个对焦速度。相机自带美肤功能，开启之后皮肤清透又自然。下午准备和几个朋友约去公园附近逛一下。放假之后我们真的很久没见面了，今天就穿一个白色西装在外面，里面是一个小针织衫，这个是假两件的，下面呢是一个毛呢半裙。 Girl I love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I don't mind wasting time if I'm wasting my time with you买了半只乌鸡，准备在家做一个清补凉山药虫草花炖乌鸡汤。这个是我在澳门出差的时候顺手买了一个炖菜的清补凉，里面是这些调料：薏米、莲子、芡实、百合、淮山和玉竹。秋冬贼补的靓汤就完成了，因为这碗汤里面干货满满，今天就不需要额外做米饭了。哇，好香好香，好多薏仁啊，我先喝一口吧。这边还打了一个蘸水，先来块鸡腿。蘸上红油，麻辣鸡块，今天这锅一共炖了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刚刚好，软烂。今天差点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鸡肉和食材呢，我是在某 APP 上下单的，他直接给我配送到家里面，然后在剁鸡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这个鸡怎么跟我平时吃的鸡爪爪不一样，它的爪爪上面有5根指头，然后我当下就想到了各种什么变异鸡啊、激素鸡之类的，正准备冲去跟商家 battle 了，但是我点开了那个度娘，搜索结果是乌鸡就是5根脚趾头。今天买的是铁棍山药，这种山药呢它比较适合炖，炖出来就是那种沙沙糯糯的口感，不是那种清炒山药片的脆。
加虫草花炖出来的汤呢，它的特色就是颜色非常好看，它会更黄更亮一些。秋冬季节到了，尤其是我们女孩子，一定要多多的给自己安排上一些这种营养大补的东西。